我们看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，特派去做传福音。第六节，其中也有你们，就是我们这蒙召属于耶稣基督的人。我写信给你们，就是我们在罗马的属灵的罗马哈，为神所爱的奉召作为圣徒的众人，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于我们，归于大家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耶稣，我们赞美你，我们感谢你，主。主啊，你就是我们那这个的宴席的主人。主啊，我们祷告今天早上众弟兄姐妹围绕在你的宝座前，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要听你的话语。主啊，你的话语像是两刃的剑，主啊，进入我们的心里面的时候，就将我们的一切的心中里面破开一切不属于神的，要神纠正的。所以我们今天都能够愿意敞开在你的面前，让神用你的话语来调教我们。因为神你的话语是专专给予你的儿女的，所以今天早上我们是有福的。所以站坐在你的宝座前，也坐在你的同在里，享受你这美好的宴席。这宴席是为我预备的，所以今天我要敞开我的心，我要有属灵的大胃口领受神给我的话语。主，谢谢你祝福我们这一段的时间，主讲的听的都有神的恩膏跟同在。谢谢主，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阿们。我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主题，就是进入神所命定的呼召。刚刚我们看了这三段的经文，你可以其他忘记，有一句话你一定要记得，就是不断的强调呼召呼召呼召。告诉你旁边，今天我们要听见呼召。哈利路亚，我们要听见神呼召我们的声音，积极切切的。神给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命定和呼召的，上帝给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命定跟他的呼召。神呼召我们进入神的国度里面，他预备了一个特定的位置给我们。可以讲阿们吗？你知道你的位置在哪里吗？弟兄姐妹，你知道神为你预备的你的位置在哪里吗？不是现在你坐住这个位置 ，OK？ 是神给你在属灵的位置在哪里呢？今天你就要好好的听啊！神就要呼召我们，神会为我们每一个人预备好一个目的地，也就是你的 destination。神要把我们带到你要去到的目的地。跟我一起说目的地。神呼召我们不会白白来到这里坐满这个椅子而已，坐热这个地方而已，不是。神呼召我们有目的的，就要把我们带到他的目的地，非常重要啊！你去旅行，你喜欢去到一半就回家吗？没有，你一定要去到你的目的地，对吗？你 plan 好好，你要去哪一个国家，你一定要到那里。我记得有一次我要去一个地方，结果发生事情我没办法，后来就没有去到那个地方。所以我就讲啊，没有去到就很可惜这样的样子。所以今天我们一定要清楚，当神呼召我们的时候，一定会预备一个地方给我们去，或者是位置给我们去。今天也许你告诉我想什么呢？牧师啊，我已经回应上帝的命定跟呼召了，我已经回应了，我已经回应主的呼召跟命定了，那非常好，我也觉得非常棒，你回应了上帝的呼召。可是呢，请问我们要自问自己一下，我们真的是已经达到神所命定给我们最高之处吗？真的是我们已经是进入到神你给我的命定，我已经去到那里了，我已经听从你的呼召，我已经跟随着你叫我去到的地方，我已经去了。也就是说，我说这个地方是哪里呢？我就说神呼召我们每一个人的大使命，就是要使万民成为主的门徒。我们做了吗？我们已经预备了吗？我们真的是进入到神给我们的这个的命定了吗？我要使万民成为主的门徒，也就是说我要去做传福音的工作。我已经被神差派去做天天的来做传福音的工作了吗？那这个就是最高之处了。弟兄姐妹，你相信每一个人都有神所命定给你的地方吗？你相信吗？阿们吗？你相信上帝已命定给每一个弟兄姐妹要到的地方吗？我相信的，的确
真的弟兄姐妹，我相信神给我们每一个人，当神呼召我们每一个人的时候，我们神都已经 plan 好，一定要进入他的命定里面，然后呢就要顺从神的呼召，然后我们就继续的走在神的命定上。当神的命定呼召我们的时候，他不会就是要我们走到一半，绝对不会的。神呼召我们的时候，他绝对不要我们走到一半，他要我们继续走到神所要命定的地方。不但是到了那个地方，神还要再呼召你再前进。那我对我自己说就是如此，当我被神呼召的时候，我回应神了，我不是只有在那里就停下来。今天我可以跟你们讲，我发现到原来神不是这样工作的。当我回应他的时候，我说主啊，当我读完神学，我要回应神，我用一年的时间在考虑我要不要全职服事，用一年的时间来祷告，哇，这挣扎很久，要不要，要不要？结果上帝给我一句话，他说：如果你不放手的话，你硬硬抓住的话，你绝对看不到东西的。然后结果没有办法，神又给我一句话，又在耶利米书：你再不开口讲话，异端就开口讲话了。吓了我半身时，两手举手投降，好，神，我奉献我自己。在2009年，我就开始侍奉，就全职接侍奉上帝。当我奉献给神的时候，哈利路亚，我到达终点地了。我以为是，结果不是。到了今天的时候，神仍然在呼召我，继续呼召我，继续呼召我。什么？神允许我要去的地方。原来我们的神是这样的。所以今天我要说的是，神当我们呼召我们的时候，神不会呼召到你一半。他还要你继续前进，继续前进，继续去，继续做，继续做，这是神的呼召，我看见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神呼召我们不会到一半叫我们 stop 在那里。 No， 今天很可能你跟我都回应神的一半就是停止了。所以弟兄姐妹要记得，神要我们继续的去完成他的呼召。所以我再提一下，有太多的人对这个呼召有错误的想法，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，我盼望你们不是。但是如果有这样的错误的想法的话，听好了，神今天早上要跟我们讲什么。他说不要以为说只有牧师才是神呼召的，其他的人都不是神呼召的。你知道吗弟兄姐妹，打从你那一天你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，成为你个人的救主，耶稣基督就呼召你了，那一刻就开始呼召你了。你现在回头想一想，你是19多少年信耶稣的，你是20多少年信耶稣的，那一天开始神就呼召你了。可是在那一天算起，你走在神的命定里了吗？你走进神的命定里了吗？你唯有走进神的命定里面，你才能够回应神的呼召。我这样讲就大家明白了，原来神呼召我们不是只有全职同工才是神的呼召，所有的人都是上帝呼召的。告诉你旁边，你是神所呼召的。那每一个人神所呼召，每一个人同样的目的。但我要讲，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呼召成为牧师，对，没错。但是同样的一个，所有的人都是上帝所呼召的。那从圣经的角度，我要让你们看，上帝呼召我们有他一个目的。那什么目的呢？那我们看一段的经文，约翰福音15章7到8节，我们一同的来看好不好？来弟兄姐妹，我们一同的念，一二三，来。你们若住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要留在你们的心里，无论你们想什么祈求，就给你们成就，这样你们结出很多果子，我父就因此得到荣耀，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。 OK， 我的门徒了，所以你就是主的门徒了。所以我觉得是不是所有的人都是被呼召成为牧师，不过有一件事情，所有的人都要呼召成为主的门徒。告诉你旁边，你是主的门徒。哦，你是主的门徒，大家都是主的门徒。主的门徒有一个使命，就要不断的为主结丰盛的果子呀，他要不断的为主接纳永长存的果子，也就是主的果子，一定要，也就是命令式的一定要。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就是进入神所命定的呼召，进入神给我们所命定的呼召。每一个人都要进入神所命定给我们的呼召。那弟兄姐妹，什么是命定呢？
命定这里有两有原文有两个意思。我第一个意思讲什么呢？原文的意思，命定的意思就是命令的意思。命定里面有三个意思，我先讲第一个意思哈，原文的意思。它里面命定有三个意思，第一个意思就是命令，第二个意思就是吩咐，第三个意思就是指示。在主的命令的原文里面，它有三个意思在里头啊。第一就是神命令我们。然后第二是神吩咐我们，第三是神指示我们，这就是他原文的意思，神的命定。 OK， 我们从圣经里面，我要跟大家分享，从圣经里面，旧约圣经有一个人物，他回应神的呼召。他怎么样的回应神的呼召呢？我们来看亚伯拉罕这个人，他怎么样的回应神的呼召。创世纪十二章那里讲到亚伯拉罕被神呼召，当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，跟亚伯拉罕说一句话。第十二章一到三节，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的经文。好，我们抬头来看一下这段的经文，他说什么呢？耶和华对亚伯兰说，那时亚伯拉罕不是叫亚伯拉罕，他是叫亚伯兰，他名还没有改，他叫亚伯兰。他说，你要离开本地本祖父家，往我所指示你的地去，我必叫你成为大国，我必赐福给你，叫你的名为大，你也要叫别人得福，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你，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。这就是神开始的呼召，这个的亚伯拉罕。亚伯拉罕听了神的呼召，第一件事情他做什么呢？他离开他的本族、本家、本地去，也就是告诉我们，要进入神的所呼召的命定里，第一件事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离开自己舒适的环境。要离开自己舒适的环境。亚伯拉罕被呼召的时候，神第一件事情要他，亚伯拉罕，你要离开你的父家。弟兄姐妹，人要离开自己舒适的环境谈何容易，要离开我们舒适的环境，一个很舒适的环境谈何容易。请问你要离开你的舒适的环境，请问容易吗？ Hello， 容易吗？不容易。年轻人都讲不容易，请问老年人要离开你的舒服的被窝容易吗？不容易，真的不容易，特别是老人更不容易。然后这要去 出去玩，然后我们要去主办去一日游两日游，他会告诉你不要啦，不要啊，我会睡不着的，哎呦，不要啊，不要啊，你说我很麻烦啊，我会认床啊，我会认厕所啊，什么都认，床也认，厕所也认。你们笑得这样大声是真的哦，你们不是认床而已，连厕所也认。对不起啦，床啊你可以带你的那个枕头去啊，厕所带不去啊，如果可以带去也带去啊，对吗？要离开自己的舒适的环境是很困难的，年轻人困难吗？年轻人都觉得困难，因为年轻人要接受环境的改变是比较容易，老年人是比较困难的，因为我们在习惯上，在一个的生活里面要改变是很困难的，真的很困难啊。弟兄姐妹，要改变我们的旧我的思想观念谈何容易，听懂我意思吗？若是那改变我们要改变我们的思想，我们不要这样子想，你这样子想不好的，谁不知道不好，可是要改变很困难啊。只是你知道吗，当神呼召我们进入他命定的时候，第一件事情神要呼召我们，就是你要离开，你要离开你那舒适的环境，你要离开你那那个救我的观念，你要离开，你要出来，你要离开你这样的一个环境。离开其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，离开是一个很不舒服的，离开是很不便利的，离开是很不开心的，对吗？离开是很不开心的啊！要我去新一个环境啊！要我去新的一个啊！我们讲说，哎呀，我们给你调组了，你这个组去到另外一个组，你都觉得很困难啊！啊，我们要分离了，只是分组调动一下，你都觉得很困难啊！你 you know 啊，你不要去这个小组，让我们调你去别的地方服事，你都觉得很困难啊！真的很困难，要离开真的是很困难。但是你若愿意离开的话，自己的舒适环境的话，神说我就允许你，我就赐福于你，就像亚伯拉罕一样。
当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，他已经设定了一个目标，也是设定了一个地方要给亚伯拉罕去的。那么亚伯拉罕呢，他听从他，你要神就跟他讲，你要听从我的，我就指示你。神这里告诉亚伯拉罕说，你要离开你的本地本族，你的本家，离开，你离开的时候你要听我的，我就指示你，指示你要去的地方。这里我们看见，从字面上我们看见，当神呼召我们，呼召我们做一件事情，还是呼召我们从旧的观念出来的时候，神已经命定了一个地方要你去的。就像亚伯拉罕一样，神已经设定了一个目的地要他到的地方呀。神说，神告诉他，你只要听我的，我就指示你。听懂我讲什么吗？很多时候神呼召我们也一样，神说只要听从我的，我就指示你。那换句话说，如果你没有听从神的话，那你就得不到上帝的指示了。所以很多时候基督徒，我们就是原地踏步，我们没有属灵上更多的突破，更大的成长，或者是更大的改变，没有，以致年复一年就是站在那个位置上，没有什么变动，没有什么成长。我会问他，你好吗？你最近好吗？都很好，差不多。你明年问他也一样是差不多，后年问他也一样差不多，他的生命就是差不多，没有什么进展。为什么？因为没有听从神的，所以就得不到神的指示。所以让我们这里看到什么？亚伯拉罕他有没有听从神的吩咐？有。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听从神的吩咐。今天神呼召我们，呼召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又是怎么样的？弟兄姐妹，当神呼召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又是怎么样的呢？我刚刚讲过了，你是在哪一年相信耶稣的？打从你相信耶稣的那一天开始，神就呼召我们了。你算一算，五年了，十年了，还是三年呢？还有十五年呢？还是二十年呢？原来我都没有进入到神的命定的呼召里，我只知道我是呼召成为一个基督徒罢了，这也只是一个基督徒而已了。我告诉你，神的心意不满足，神不会带我们只有在那里而已，神要带我们进入他的命定里面。我们要进入到神的命定里面，像亚伯拉罕一样。你要记得，当神呼召我们，他已经设定了一个地方要你到的，神已经设定了一个目的地要你到的。好，这是上帝写给我们的，到神所指示你的地方去。亚伯拉罕没有多问，当神被亚伯拉罕呼召远离开他的那个本地本族的时候，亚伯拉罕没有多问神，神你为什么要我去哪里，要我做什么，去那边干嘛？没有，他一句话都没有，就说离开，他就即刻离开。今天当神呼召我们的时候，我们会怎么样？神呼召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即刻像亚伯拉罕吗？是不是这样呢？那可能我们会讲啊，信耶稣很麻烦，信了耶稣还要改变呢，信耶稣还要改变，这个不可以，那个不可以，这个不可以做，那个不可以过，改变这个太麻烦了，信耶稣太麻烦了，信了耶稣这个改那个改这个改。弟兄姐妹，如果不改的话怎么样？如果不改的话，你没有办法进入神的这个的命定里，你也没有办法进入到神的应许里，你更没有办法得到神要指示你的东西，你神要改变你的。我们要脱离这个的观念，我们必须要怎么样呢？听从神的吩咐，听从主的吩咐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亚伯拉罕他接受指示，听从吩咐。我说呢，当亚伯拉罕这样的一个的举动的时候，其实他已经离开了那一个，他已经选择离开那个救我的观念了。当他回应神的那一刻开始，他已经是接受神的观念了。所以这个非常的重要，神今天就是呼召我们去听从他的这一个的指示，听从神给我们的指示，然后我们才能够进入到神的命定里面。所以呢，当他进入到神的命定里面的时候，神就说，我必使你成为一个大国，我必让你成为一个大国，人会因着你的名蒙福，因为亚伯拉罕肯听从耶和华的吩咐，离开他舒适的环境，到神指示他的那个地方去。那个地方虽然他不知道是什么地方，但是他就是听从神的吩咐。结果呢，神就指示他到了迦南地区。
结果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就去到迦南地区，所以神又说了，今天在这里，如果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我们都是因着亚伯拉罕蒙福的。所以我说的，当我们在属灵的，在亚伯拉罕的属灵的底下，神说的，当你祝随时祝福你的，就会蒙福的。我们就是被亚伯拉罕的祝福领导我们的，因为当时亚伯拉罕愿意顺服神，所以呢，我们也因着在他的底下蒙福的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看到一个亚伯拉罕愿意回应神的呼召，他回应主，所以让我们也蒙福。所以神就讲一句话，谁给你祝福的我就给你祝福，谁是咒诅你的我也咒诅他，这样了就相反了，你要看清楚这句话。所以我们看到，原来我们蒙福乃是因为亚伯拉罕顺服神，离开了本地本主，愿意走神指示他的地方去，所以我们就是蒙福的一群。这是第一点让我们学习到，要进入神的呼召的命定里面，你第一件事情你要离开你舒适的环境。如果不离开你舒适的环境，你没有办法得到什么可以改变呀，观念要离开，一切不是属于神的事，神要做的东西你都要离开，要真正进入到神的命定里面。第二件事情我们要学习的，要进入神所命定的呼召，你不要想那么多就照着吩咐行，不要想那么多照着吩咐行，简简单单，亚伯拉罕就是如此。我们看见亚伯拉罕就是如此，看创世纪十二章四到五节，你看亚伯拉罕这个人没有多想，就是一看，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的经文，来，一二三，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，他是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，他有没有，我说亚伯拉罕他真的没有多问了。今天我们可能会问，为什么要去，谁去，我跟谁去，谁有去，要不然我看啊，去也要问谁有去的，你知道吧，谁没有去，这样子，亚伯兰没有问这个东西，照着去做，照着神的吩咐就去了。那很神奇的一点，也很妙的一点，他去的时候谁跟着他去，他的侄儿罗德跟他的妻子同去。亚伯兰出到那个哈兰的时候他多少岁啊？75岁，哎，75岁差不多是中年人啊。 OK， 中年人要改变一个环境容易吗？不容易啦。所以你看到亚伯拉罕他在75岁，他离开那个他舒适的地方，他照着神的吩咐去做了。亚伯兰将他的妻子撒来和罗德，还有他的那个他储存的钱财，还有他那些的仆人，都带到哪里去？迦南地去。他们就到了迦南，他就去到了这个迦南地，那个迦南地是他不熟悉的地方来的，是他没有去过的地方来的，他就去到那个地方。所以你看到这里，亚伯兰他简简单单，没有想那么多，照着神的吩咐而行。所以也看到罗德，连罗德跟他的那个妻子，我们讲到妻子啊，要跟是没办法，妻子一定要跟，可是罗德这个侄儿也没想那么多，也跟着这个的这个叔叔去，他没有想那么多，就跟着叔叔去了，还有其他的仆人也跟着去了。假如是你弟兄姐妹，你会跟吗？你会不会跟？不会哦，你会摇头。如果你是撒拉，你没办法，你是亚伯拉罕的妻子，所以要跟哦。嫁狗随狗吗？嫁忙鸡就满山跑了，对吗？嫁鸡随鸡啦，就是要跟着去了。可是侄儿也跟着去哦。那你如果你是他的仆人或者是侄儿，你会不会去？亚伯拉罕都不知道要去哪里啊，一去一个陌生的地方，不晓得那边有没有的吃啊，不晓得那边要做什么啊，不知道那边有没有敌人啊，我们不懂怎么样啊，一个很陌生的地方，完全不懂了，什么什么地方，那个里有没有水喝，有没有工作做，有什么，完全都不懂。所以他就去了那个地方，罗德也跟着去。弟兄姐妹，你知道这一个的他们跟从这个亚伯拉罕这一班人，我看的时候我真的很欣赏，我说为什么这班人连问都没有问就这样跟着他。那到底亚伯拉罕有什么秘诀使到他们可以跟的？你知道什么秘诀吗？在亚伯拉罕身上你可以看到有什么秘诀，为什么让我跟，或者今天你跟的领袖，
你跟着他，有什么秘诀让你跟着这个领袖走？有什么秘诀？什么秘诀你要跟着这个领袖走？有什么秘诀你一定要跟着耶稣走？什么秘诀呀？我要告诉你，最大的秘诀就是亚伯拉罕蛮有信心，他对神蛮有信心，对神蛮有信心。弟兄姐妹，你要跟着师父是有信心的还是没有信心的？要有信心的。你跟的人要有，对神要有信心的。你跟的人，你跟的领袖对神都没有信心的，请问你跟他你怕吗？你不怕我先怕了，对吗？他对神，那一个事情来的时候，神就哎，我们去打，我们要去做，我们要去做传福音，我们要去到那个地方来做传福音。说我们开布道会，我们在那边哇打打那个很大的帐篷，我们开始打，开始来讲传讲福音。然后你的领袖说，你的领袖说，哦，不要啦，那边我不可以啦，那边我们不能去的，那个地方是不可以讲福音的，去那边的地方讲福音会被抓的。You know? 我们跟的领袖也要对主有信心的，就像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他跟对他对神蛮有信心，所以罗德跟着去没有问题呀，罗那些的仆人跟着他去没有问题，所以今天你跟着耶稣基督走没有问题。阿们，你跟着耶稣，耶稣就是你的领袖，属灵的领袖。你跟着耶稣，耶稣会带你走你人生的道路。耶稣知道你前面的道路，耶稣知道前面的道路是一个栏杆，或者是一个沟，一个大沟，会让你跌倒的。他会带你说不要走那一条路，他会带你走另外一条路。我们今天跟的是一个有信心的领袖，就像亚伯拉罕一样。弟兄姐妹，到今天别人在我们的身上有没有看到像亚伯拉罕的信心了？你觉得人在别人在你的身上会看到亚伯拉罕的信心吗？有没有？求神来帮助我们，所以不要想那么多。弟兄姐妹，当神呼召我们的时候，我们不要想那么多。当神呼召我们服事的时候，不要想那么多，照着就是照着那呼召你的去做去行，照着简简单单服事，我可以吗？我可以服事这样的事情吗？你的领袖讲你可以，那好吧，我就去。然后不要在你的那个服事的当中找借口。弟兄姐妹，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照着去吩咐而行，是被我们自己给拦阻的。我们觉得我们不行，我们觉得我们不够资格，我们觉得我们自己里面没有生命可以服事，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很缺乏，我们不能服侍神。我要告诉你弟兄姐妹，当神那一天呼召你的时候，他已经是确定你是可以被他用的。他呼召你那天的时候，你这个人要我，你是可以用的。每一个人今天坐在这里的人，每一个神呼召我们回来，每一个都能够用在神所设定的地方了。不管你是几岁，几岁的人都有你几岁的对象的，可以讲阿妹吗？老人就跟老人传福音啊，年轻的就跟年轻传福音啊，中年的就跟中年的传福音啊，我们都有我们不同的对象的。所以神呼召我们那天，你说神六十岁才呼召我，太老了，为什么这样老的他也要？七十岁八十岁他也要？神说的，我呼召你回来就是要让你进入我的命定里面，让你来荣耀我的名字。很多时候我们是被我们自己限制了神的工作，限制了拦阻了神在我们生命的工作，以致让我们一无所成。1900年信了耶稣到今天一无所成，我没有没有，我说神叫我，我还是我没有服，我没有感动，我没有呼召，我没有什么。有，我们有呼召的，有感动的，可是因为我没有回应。这个非常重要，不要拦阻上帝在我们身上的工作。我们不要就是看自己的没有，你要看神呼召你的那一位有的神。可以讲阿们吗？我们不要把我们的眼睛看住我们自己，你看你自己没有的，你怎么看你都觉得你自己缺乏的，
你怎么夸你都觉得你自己没有资格来侍奉神的，你觉得你自己不够料来侍奉主的，你怎么看都看不到你自己足的。当你把这样的眼目转离看神的时候，你就看到了，你就会看见了，原来神呼召我的时候，他信任我，他觉得他知道我这个人是可以用的，我这个人是他已经设定了一个地方让我被他使用去做他的工作的。阿们。神的呼召就是这样，让我们简简单单的，不要想那么多，只就照着主的吩咐去行。有一句话讲到，夜长就，你想太多就会夜长梦多啦。想啊想啊想啊，夜长梦多，请问会成就的吗？都还没有出去，你讲哎呀不可以啦，哎呦人家底下看我讲，哎呀这个又不可以，那个不可以，你想太多就没有了。你想太多，你什么都不能了。这是第二点，我们要学习，不要想那么多，单单的就是照着神的吩咐去行。我要让大家看到一处的经文，在耶利米哀歌里面，我没有打出来，第3章37节，他讲了，除非主的命定，谁能说成就就成就了？你知道吗？上帝呼召我们的那一天起啊，上帝已经命定了你了，已经命定了。神说：“我说的，谁说的可以成就？唯有神说的一定会成就，只有神说的是一定会成就。”所以呢，让我告诉你，当上帝说话的时候，发命令的时候，事情就一定会成就。当神说话的时候，当神在我们生命说话的时候，他一定会成就。问题最大的是在于我们有没有回应他，有没有站立起来去做神要做的。不要把我们的眼目放在自己的身上，进入神的命定里面，你不要想那么多，就是照着他的吩咐去行。阿们。非常的简单，我们就照着主的方式去行就好了。我刚刚讲了命定有两个原文的意思，那第二个原文的意思也就是计划，神的计划。命定也就是第二个的意思，就是神的计划跟蓝图和目的啊，这个意思在里头。所以进入神的命定里面，我第三件事，我们要进入不同的环境里面。当我们离开我们舒适的环境的当中，进入到神的，要进入到见到第三点，我们要进入到神不同的环境里面啊，要进入到主的环境里面。然后我们看这个创世纪12章6到9节，然后是看到亚伯拉罕他怎么样的来到神所命定给他的地方，神怎么样的彰显在他的身上。我们一起来看这一段的经文哈。 OK， 所以亚伯兰就经过了那个地，到了示剑的地方，这个摩利橡树那里，那时迦南人住在那里。也就是告诉你说，当神差派亚伯拉罕去到迦南这个地方的时候，那里还有迦南人在那里的。 OK， 所以他就去到这个地方，那时候这个耶和华就向亚伯兰显现了，说我要把这个地赐给你的后裔。亚伯兰就在那里向着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，也就是在那里献祭、筑坛、祷告的意思。那从那里呢，他又圈到伯特利那个东边的山，就直踏这个帐篷，西边呢这是伯特利，东边呢是埃，他就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，求告耶和华的名，在那里献祭给神，祷告向神呼求了，主啊，你要我去到的地方就是这个地方了，在这个地方我向你来呼求，向你来祷告，献上你应许给我的这个地，你应许要我到达的地方。那他做了这个举动，后来呢，亚伯拉罕就渐渐的进入到迦南地了，最后神就把他带到迦南地去。看到吗，弟兄姐妹，进入神的命定的呼召，你必须要进入不同的环境里面。那这一个他要进入这一个的迦南地呢，其实对亚伯拉罕来讲是一个不同的环境来的，是一个完全，我刚讲过，是完全陌生的一个地方来的，是一个全新的地方来的。所以我说了，基督徒当我们信主的过后，我们要进入不同的环境，也是跟你的以前的生命、以前的生活、以前的方式是不一样的。
所以为什么当一个接受主的基督徒成为基督徒之后，我们的你的组长啊，你的牧师啊，就开始跟你讲什么？你要读经啊，你要祷告啊，你还有什么？你还要敬拜啊，你还要赞美啊，你还要默想神的话语啊，你都做这类的东西，跟你以前的生活是完全不一样的。他要我们进入他不我们不一样的生活里面啊，不一样的环境里面，你知道吗？不是以往说跟你以前跟现在都没有两样的。告诉你弟兄姐妹，其实你这样没有离开你救我的环境，你没有离开你救你舒适的环境。这样的基督徒，神怎么样讲呢？上帝怎么样讲呢？当亚伯拉罕他离开的时候，神向他显现，神就向他显现什么呢？他说神就向他显现说，这让他带他进入的时候，耶和华就在那个地方向他显现。显现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呢？也就是说他要把这个地赐给了你的后裔。当时神向人显现的时候，就应许神要把那应许加就是彰显在这个亚伯拉罕的身上，也就是说亚伯拉罕要告诉亚伯拉罕，我会成就我所说过的话。当神跟亚伯拉罕讲了这个话的时候，神说我会成就，所以神彰显给他看。意思是说弟兄姐妹，当我神呼召我们的时候，为什么要我们离开那个舒适的环境，要进入到神的环境，神在那里要向我们显现呀、就在神的同在里面，我们被神呼召出来到神的应许之地的那里，神就向我们显现。当神向我们显现的时候，其实他就是要成就他的工作。可以讲阿们吗？上帝就要成就他的工作。你说神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子？这是上帝做事的原则，这是上帝带领我们的方法呀、你可以讲说，神啊，难道我不离开不可以吗？不能的。旧的皮带不可以装新的东西，新的皮带它能够装新的东西的。这一个是一个原则上的东西，我们看得到、这是主给我们看到。所以我们要进入到神为我们、策划好的蓝图的目的里面，就要像亚伯拉罕一样离开他那个舒适环境的时候，神就向他显现了，上帝就向他来显现了。这里有三点要跟大家讲的，就是人若不接受神所命定给我们的呼召，如果我们不接受神所命定给我们的呼召，怎么能够有神的显现呢？也意思说不能有神的显现，如果我们没有接受神所命定的呼召。第二，人若不接受神所命定给我们的呼召，在神以外可以有神的指示吗？不可以，对吗？是不可以的。第三，人若不接受神所命定给我们的呼召，能得着神的应许吗？不可能的，对吗？如果我们不回应，那我告诉你，是好像命令似的，每一个神的儿女一定要接受神给我们所命定的呼召，一定要进入他的命定里面回应主的呼召，那么我们就会可以得着主的什么彰显，神的彰显。第二，我们也可以得到神的指示。第三，我们就能够领受神的应许，那是一定的。在这里我要给大家简简单单的一些发现自己的呼召，那发现自己的呼召，神呼召我们，也许你觉得很含糊，但是我要让你们知道啊，神给我们的这个呼召，但一定要有一个行动，就是你要回应神。当神呼召我们，一定是加行动的，如果你没有行动的话，这个呼召是不成立的。 OK， 你仍然是活着一个旧我，没有改变的一个同样的你，一个二十年前二十年后的你，性格一样，什么都一样，牛脾气就是牛脾气，这个样子就是这个样子，只不过人长得老了一点而已，脾性格都一样。 OK， 非常重要，让大家知道第一件事情你要回应的呼召就是怎么样呢？在教会里面，在神的国里面，在主的家里面，你要积极的参与，主动的参与侍奉，你要主动参与侍奉，哪怕是一件小小的事，做什么呢？扫地可以吗？搬椅子可以吗？每一个礼拜你搬，你试试看，一天没有你在，你知道你有多重要吗？你看吗？
我们的黄弟兄身体不健康，他不在，我们就 office 就没有好咖啡喝了。我们的咖啡每天就喝这一个的咖啡，因为他有在的话，他会为我们预备。我们想 Uncle Wong 这个咖啡不好喝，他就会另外想办法买另一种咖啡给我们。每一个人的重要，当 Uncle Wong 回来工作的时候，哇，我们欢喜快乐，哇，我们就有很好的咖啡喝了。虽然回来两个钟头，但我祷告让他的身体渐渐的好起来，那么我们还有饼干吃了，要不然什么都没有。然后妹妹跟我讲说，妹子我们有嘞，我可以去买的嘞。是啊，你也可以啊。是啊，安哥旺的就是想很想念他，他知道换，他常常跟我们换咖啡的。他这个买的新的，诶，是这个咖啡看好喝吗？好喝吗？哇，感谢神，每一个人都这么重要。排椅子你试试看，每一个礼拜你排，你不在的时候这个椅子排到歪来歪去，不像话，对不对？那个排椅子的人不在了，那扫地也一样。哇，我们这是为神的国而奋，小小的服事你都要参与，要积极的参与，要自己参与侍奉。让人说，诶，做招待员好吗？哎呀不行啊，我很忙啊，不可以啊。你知道吗？全部人都可以讲忙啊，乐龄人不可以讲忙啊。全部的人讲很忙，乐龄人是不可以讲忙。可是现在哦，乐龄也很忙的哦，叫他就叫，哎，我很忙哦。哇，怎么搞的？这世界上都是忙的吗？求神来帮助我们，要积极的参与侍奉，要赏识的踏出，在你的安乐窝里面踏出来，舒适的环境踏出来。他出来，不要整天躲在你的安乐窝里面。第二点，你要学习的就是参与大小事的侍奉，大事小事都可以参与的侍奉神。是有什么看到有什么东西要侍奉的，来拿一杯水给一人喝，人喝也是一个侍奉神的。所以不要计较，当你侍奉的时候不要计较啊，会不会被人看中？我的侍奉会不会被人看中？好吧，我就给你做吧，让你来当牧师，别人就看中你 OK 吗？你不要，这个我不能做的呀，吃力不讨好，我不要做这个的，是不是？没有，我们不要计较，凡是什么东西上帝叫我们做的我们去做，那当作是给主做，那避免按照你自己的喜好找自己想要做的事啊，避免不要找你自己喜欢做的事情，按照神带领的，当时机成熟的时候，神会开启一个新的道路给你的。当你这样子做的时候，当你这样的侍奉的时候，不管大事小事什么的事情，你开始侍奉的时候，当时机成熟的时候，神会把你就开一条路给你，哎，这个是你要去侍奉的呀。这第三要注意的一点，就是你现在的生命的经历就是为了未来而装备的，你现在的生命的经历是为着未来而装备的。也就是说，当你在服事的时候，你可能会面对一些背后人家插你几刀，你就像了叶飞一样，你做的事情没有人在看中你，或者是没有人欣赏你的时候，哦，你的玻璃心受伤了，哎，你就说从此以后我就不要侍奉了。你知道吗？我们就乖乖坐在这边，坐在这边什么都不要动，不要麻烦，有没有？你的人事物太复杂，我们都不要侍奉，不要，你侍奉会受伤的，我们就不要，我们不动就在那边。我告诉你，不动的人很容易孤干的呀，不动的人就在你坐久一点就变干柴了啊，不是棺材啊，是干的柴啊，呀呀，干干的在那里。为什么你不敢动？你要记得今天你的这生命的经历就是为着你的未来而装备的。今天你所经历的痛苦，经历的一些的挑战，经历的一些磨难，是为着你未来而预备的。这就是我们第三点要学习的。简简单单给你们第三点，去发现到原来神呼召我的时候，我应当要有一个举动的，我要有一个举动回应神。阿们，告诉你的旁边，记得回应神，记得你要回应上帝。你要大家记得一件事情，我要给大家看到，每一个的基督徒，上帝在创立世界以前呢，就已经拣选了你和我。听清楚哦，当上帝还没有创造这个世界以前，神已经是立定要拣选我们的呀。我给你们看一处的经文，在诗篇的139篇13到17节，神怎么样的在你这个世界还没有创立，他已经拣选了我。你说你宝贝吗？
哈利路亚，你比任何外面还没有神还没有把他招进来的宝贝的多。来，我们一起看这段的经文，这段经文是给我们的，让你肯定你的呼召是神早已经命定了，已经预定给你的。我们一起来看，来，一二三，一起读哦，起音一起读，一二三，来，我上父是你所造的，我在母腹中你所造了我，我要称谢你，因为我的受造奇妙可畏。Amen， 你知道吗？那你不能讲说神没有呼召我们，那你不能讲说神没有拣选我们。在你还没有成胎的时候，神已经知道你这个人，神已经知道把他放在哪一对男女的当中把你生出来，神已经知道了。你哪什么时候神呼召你回来，成为要完成进入他使命去完成他的工作，神早已经知道了。这些都是上帝早已经为我们预备了，所以因此呢，我们要来到凭信心的宣告，上帝对我们早已经有了我们的人生的计划跟蓝图和目的了，神已经为我们设定好的，所以呢，我们要进入神的命定来回应他的呼召和他的使命，非常重要。最后的一段经文，我们看约翰福音的十五章十六节。当神在我们是被神拣选的啊，我们不是拣选神，是神拣选我们的。来看最后的一段的经文，来，一二三，读。不是你们拣选了我，而是我拣选了你们，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，就是结那长存的果子，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，他必要赐给你。你知道吗？你是神所命定，神所预定了你，你要进入他的计划的里面，以致你向他求什么，他一定会给你，因为他要让你在他的计划当中成就神的旨意。阿们吗？请问你重要吗？你回神呼召你回来去完成他的大使命重要吗？非常重要。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真的是被主来感动，或者是激励提醒我们，过去可能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呼召，对我们的自己的回应神的那个呼召不清不楚，但今天我愿但愿你们听了神的道的时候，你能可以清楚知道，没有任何的怀疑，这是出于神的话语，是出于神的话语是要告诉我的。如果今天你只是被呼召的走到一半，你还有一半还没有完成的，你要继续的走上去，继续的来完成神的呼召。阿们。我请敬拜团来做预备。我们感谢主，说今天早上呢，神特别的将这个话语给我们。当我还没有结束之前，我要以一段的故事来到给大家学习，就是讲到圣经当中神所呼召我们在他的本位上要做一个忠心的人啊。神给我们的生命，神呼召我们哈，给每一个人要在我们的本位上忠心，不管是做大的事小的事，我们都要学习忠心。圣经有一处的故事讲到不义的管家，讲到说当那一个不义的管家他浪费了他的主人的钱财的时候，主人就把这个管家叫来了，他说，管家，把你的管理的那些的账目交代清楚，因为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了。那么管家听到那个主人这样跟他说的时候，那个 管家呢就开始害怕，开始害怕忧虑起来。为什么他害怕忧虑呢？他说，主人不要我再做管家了，我什么都办不到，我不会做其他的东西，叫我锄地嘛我又没有力，叫我去讨饭嘛我又怕不好意思很丢脸哦，
我以前是做管家的，叫我去讨饭，人家看见我变成一个讨饭的人，很丢脸啊，我没有脸啊。然后他就想到这两个事情，你知道，把整个故事简短。这一个呢，管家呢，他是要负责收钱的，有一些欠债的、欠主人的债的人呢、啊，他就叫所有见欠主人债的人来，他说：“谁谁谁，你欠了多少？你欠100是吗？2000是吗？哦，3000是吗？通通 waive 一半，2000变1000，1000变500。”哇，你说那些欠债的人听到这样，你如果你是欠债，你会怎么样？开心的半死啊，开心的不得了，对吗？哇，这么好啊，这个人我遇到贵人了，你好啊，你好人啊，把我的账变成一半。然后你知道吗，这个主人讲他这一个的管家精明啊，很聪明啊，他聪明啊，精致啊，为什么他要这样做？他说当这个主人不要他的时候，我回到他们的当中，他们可以接纳我，这是他想要做的，讨好关系，先打好关系，让他回转的时候人可以接待他。这里让我看到说什么呢，这一个的管家呢，其实是为自己的后路我铺好了。我说他是一个狡猾的人，我说他是一个狡猾的人。好，主人讲他聪明精明，精明的意思反过来他是狡猾的。在神的国度里面，神不要我们在他的里头做狡猾的人，不要跟神做狡猾。你跟神做狡猾，你甩不过神的，不要跟神摔跤，你会输给上帝的。 OK， 所以我们要两手举起来，诚诚实实的做一个忠心的仆人。神就讲了，小事忠心，大事你也会忠心的。如果你在小事不忠心，你大事也不忠心的。神所有就把那小小的恩赐放在我们的当中，神呼召我们做一件小小的事情，神说的，你就在那最小的事情上忠心他吧，你就进入他的命定里面，回应了他的呼召。阿们。每一件事情神都说非常的细腻的告诉我们，神就是要我们活着像他。神不要我们信神，我们的心又对着他，又站在仇敌的那里来向神来对敌，神绝对不要，这个不是神的心意。所以弟兄姐妹，那如果我们错失了第一次神回应神的呼召，我们曾经错失了，不要错失第二次，再不要错失第三次。如果你曾经错失的，今天就是神用他的道来呼召我们，你要相信绝非是偶然的，不是一件偶然的事。今天你能够来到这里，你听到这一篇道呀，我深信相信这一篇道不是给牧师的，不是给领袖的，是给所有上帝的儿女的。阿们，是给所有的人的。所以呢，我们要重新的来思考，求神来帮助我们。我们要告诉神说，神啊，我明白了，唯有我进入你的命定的呼召里，我才能找到我生命真正的方向。当我忠心你的时候，我才能真正看到我生命的方向，我才能有一个真正的目的。原来你呼召我的时候，早已经为我预备好一切，让我进入你所设定的命定里面。这是主给我们的，是上帝给我们的。我们就要像一般的真正蒙召的人一样，就像保罗在罗马书讲的一样，我们就是那真正被蒙召的人。在属灵的领域里面，我们要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，接受神的呼召，就连同神的话语和应许给亚伯拉罕的，也应许给我们。OK， 现在呢，就是在他的国度里面，我们成为了上帝的代表，我们成为了神的代表。不管你在哪里，今天你在哪一个的角落，你在哪一个的职场，你在哪一个的中心，你在哪一个的岗位，你就是代表神了。请问重要吗？你要上帝看我们有多重要吗？神就把我们，你在你的地方，你在你的职场，你在你现有的地方，你就是代表着神了，你就是代表着基督了，并且神要我们彰显出他的荣耀来。神透过他的呼召，命定我们进入他的呼召里面，要我们在我们所站的岗位上荣耀上帝的名字。弟兄姐妹，进入上帝的命定的呼召，完成神在我们生命的大使命，形成了一个福音的果子。
我们可以讲阿们吗？这是上帝的心意，我要大家来预备，我们在这一个下半年里面，我们要一起的做福音的工作，我们要预备好我们自己，我们是被神差派的一群人，我们是被神装备的一群人，我们是要来荣耀神的一群人，非常重要的一群人。哈利路亚，我们要赞美主，我们一同祷告。哈利路亚，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耶稣基督，谢谢你给我们这个宝贵的话语。主，主啊，我们知道今天早上你把你的话语释放，主啊，就是要为了要让我清楚知道我的生命的呼召，为了就是要让我知道神你呼召我有一个目的，就是要继续荣耀你的名字，有一个目的让我成为福音的果子，让我成为福音的种子。奉耶稣基督的名，每一个人神所呼召的不会让他落空，每一个人不管你的年龄是多大多小多老多年轻，神说的每一个人都是神特别的呼召，特别有他的使命。神不要让我们站在使命以外，神要我们进入他的使命以内，让我们成为福音的一个管道，成为一个福音彰显福音的荣耀的管道。主啊，我们靠着我们自己我们做不到，我们唯有回应我们的神，回应我们的主。当我站在我的位置上，我说主啊，我在这里，我回应你的话语，我回应你的呼召。神你用我的时候，我不是靠我的力量，而是我相信你，我相信你能做在我的生命，因为你看中的是我，你选召的是我。我奉主的名来祷告，主啊，我求你帮助我们，主帮助我们弟兄姐妹，主啊，看到神这句话是对着我们说的，不，绝对不是一个偶然的事情。今天早上神你跟我说的话，以致我要回应你。奉耶稣基督的名，我们求主祝福我们每一位，阿们。好不好，站立起来，我们以一首的诗歌来回应我们的神。当我们在边回应的时候，我们来向神祷告，预备我。